好像没有什么。恐怖情人是恐怖情人，是甜蜜的经验了。没有的话，我有好笑的，就是那时候喜欢一个女生，嗯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因为我不太会追女生那时候，那现在，那现在那时候，那现在也不会，就反正就是大几的时候，不是大几，那时候是国中，喜欢那个女生很久，然后决定就是找她出去吃饭，然后就跟我朋友问我朋友说，哎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就是让她觉得我是很暖的那种暖男，暖男，那时候好像还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制造出来，就是贴心，现在才是暖男制造，没错，然后。我同学就说：“你去跟他吃饭，你那个竹筷子，你就要把他这样削，帮他把那个竹屑，对，竹刺，对对，这是很贴心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好，就好。”我因为我怎么，我怎么会不会？好，哽咽了，哽咽。对，好，反正就是那时候我想说，哎，这一招我自己听了觉得哦高招，我就没有再问下去。好了，结果我到那家店里，铁块。铁块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整个傻眼了。你就拿来，然后继续磨。我就硬，我就拿卫生巾。你在干嘛？然后他就觉得我有什么洁癖，是不是？因为就是一直擦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一直擦的，就是擦那个铁块。手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就没有其他的那个啦、啊，所以就觉得你还是要先观察地形。对，就是。就是、那个店家到底是竹筷还是铁筷？对，就是不是每一招在每一个时候都是通的。应该是这样讲，你要有三个方案 ，A、B、C。对，这个没有的话 ，Plan A、Plan B、Plan C。对。